明天好像也是晴天。林静，哎，叔，咋了？我看高速通了，不行，咱们明天回吧。都行，叔，你看大连现在不下了？不下了，你看明天温度还比较高。咋，老刘，高速能走了？咱俩收拾行李，一会儿把屋收拾一下。不用姨，不用收拾，我妈我爸自己就收拾了。那行的宝，得收拾。咱这么长时间嘛，在这儿麻烦你爸你妈。对对对，你要不然不是那回事儿。对，咱收拾完行李，叫你把你爸你妈喊过来，还有你嫂子，咱吃饺子。对，正好告叔跟姨一声，说是咱明天就撤了。对，好吧，那咱俩一会儿把行李给收拾了。行行，那咱现在都开始整吧。行嘞。晴晴，你啥时候买个毛半袖？还有我们两个袖子。爷，你看我不灵不灵的哭，就是床瘾啊！你这不洗衣机杀手吗？会不洗啊？哎爷，那水杯我还得喝水呢，明天来机场拿吧。这个是旺仔的，这也是旺仔的，这点儿这是老刘的。老范，哎，咋了吧？把箱子先提出来，上车上。旺仔，先往车上放呀。啊，旺仔，红的。婷婷，我现在跟我爸把东西放车上去啊。那我帮你。不用，你在家待着，外头冷。你研究吧，爸，我进去给你把那俩小店拿出来啊。嗯，东西都放车里面了，咱们出去买菜去吧。现在去呗，爸。啊，现在去。走呗，走。那走吧，穿衣服走。叔，你说你出来着啥急呀？遭这罪，受那啥呢？小心点啊，虎啊。大姐帮忙啥得了，行吗？晴晴拉个小车，来吧，还挑个红的。晴晴。你知道你拉着小红车突然让我有种啥感觉吗？有种咱是出来买年货。别妈这笨的。直接哎呦，有小书包了。哎，果冻。叔，你不买这个怎么样？是这个，不要那个。行。都多大了还要那个？这个多好啊！我小时候我爸就拿这个忽悠我。背上。我太小了，你这不行，不行，给你点奖。拿这个吧。哎，石桥大酱啊，强烈推荐呀！咱好像买一罐了，是不是买一罐了吧？啊，有了一罐了。嗯，上这个。哎呦，那边有熟食了，咱们买点买上吃。嗯，也行，都行，你看着来吧，叔。行。啊，对。哎，这啥呀？小好吃的小蛋糕，泡芙啊，粘豆包。粘豆糕，嗯，这就是东北粘豆包。昨天晚上看那个做那个粘豆糕了，你整点了吗？嗯，那这个乎乎，我感觉。哎，爸，这个粘豆包你能爱吃，它跟糕一样。它这个是那个。婷婷，你挑。哎，对了，这小豆包看着就亲哈。没你亲。爸，这个你先放厨房去。妈，你们这会儿就坐上了。我抱一点奶，我就能上一年。这就完事儿了，这都是骗子吗？来了，哎呀，轩轩，坐。哎，看见，啊，大哥，大哥，啊，怎么面要走啊？啊，明天走，大哥。
当然学度慢点。嗯，好嘞，大哥。嫂子。啊。哎，叔。哎。都回来了吧？都回来了。那我准备炒菜啊。好嘞。好。这个是做啥呀吧？啊？这个是做的啥呀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有了是吧？天，刷菜。好嘞。叔，还有没有其他菜？哎，你的。老爸妈，大哥嫂子吃饭了。不顾那不安我，哎呀，把我家小大人给忘了，走吃饭去。晚上帮我干点什么？我们这家里头做饭吃就行了。啊、那就帮，那就帮大忙。快坐快进啊，你该辛苦一天了、啊。家人们快吃吧啊，小子舅舅越吃越有啊。这盘是不是完事儿了吗？嗯，走，我先端上去啊。那水。拿我先吃。过两天你们去啊，说了。明天也别着急，路上滑的话也别着急，慢慢看。嗯，过两天我就这上两天了，那个我就跟你亲戚俺父母家咱就过去。嗯嗯，跟你那边安排好。小雨跟班长，妥了，我们那下水道，能过去，班长进去过去。对，哪里当晚上这咱也近，嗯，没有。我大哥不也得去吗？对对对，啊，当然我也得去了啊。明天回去慢点，道上全是雪，路滑。行，晚上开车慢点。行行行，你们都安排好了的话，我和同事们跳舞了。包括班长，哎呀，就行，好，行，好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